教练怎么说的、啊？教练都没有说，那开玩笑，都有说我们节目就不够精彩了。对啊，是不是？会不会是穿塑身衣，就是把肌肉逼到绝境，然后把它压制住，像裹小脚一样，把它压制住，然后肌肉就不会砰出来了。哎呦，哎。你有点概念、哦、那个点就选一啦，你就去看医生吧你。哎，我们刚刚觉得最不可能的答案就都是对啊，对啊，你不要再去，我觉得不要带，我觉得那个大量的水煮蛋的答案也不错，说不定、啊、真的，我觉得喝大量开水蛮好的耶。哎，真的说不定是大量水煮蛋呐、啊，因为那个什么，毕竟它就是蛋白质而已嘛。对啊，也不过就是蛋白质啊，也不过就是他讲水煮蛋，他也没说要整颗蛋啊、哦，对，对，是水煮蛋。这样子哦，烦哦，可以的、哦、对啊，请选择。你到底要选几？快点！哎呦，好了，只有他不是过量，是3344。哇，哎、欸，大家今天题目选择都非常的哈、哦，嗯，大家的尝试都还蛮差不多，都是用喝的，嗯，对不对？开水，不然就是运动饮料，嗯，蛋，你要有肌肉要什么？蛋白质啊。那蛋是什么？蛋白质，所以你不要大只老二就先淘汰掉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没有选二啊。对啊，你听到这个选项吗？不是，因为这二是第一个先化掉，因为那个健身房教练都吃大量水煮蛋，因为他们想长肌肉，对啊，所以他们就一直吃水煮蛋。Very good。所以第一个就先二就先化掉。Very good。好，那所以说三个选一个嘛？对，穿整晚塑身衣有点过变态，真的有过变态。你觉得制作单位变不变态？那这样好了，还蛮变态的。这样好了啦。我觉得哦，要不要我们换答案？是不是要换？是让你们再一次机会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刚才你说那我们这样摆，就做生意啊。再一次，我不能讲有没有人答对。再一次机会，你们再做一次选择。哇，昌明哥，你大发慈悲耶！开玩笑，你们自己讲不出来。换了，换了。好，那你一二三，快点。一二三，请选择。好，你看，坚持三，对不对？大量的开水。对。答案是一。答案。姐的那个听出来，他刚讲了一句话说，你们觉得制作单位变不变态？对，真的会变态。改你觉得他很变态？这句的提示很明显，很明显，对，他提示很明显，比你在那边这两个、这三个来对啊。而且偏 Ruby 听不懂，他觉得我们不变态。不是，我就在想说，是不是你们要叫那个多喝运动饮料的人改成大量的开水，你知道吗？这题真的很难，因为制作单位真的有点变态。穿塑身衣哈，它是有帮助的，但穿整晚的确是会让你们误导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整晚的确有的人穿不住嘛。嗯。但基本上来讲，穿得住的人其实它是有帮助。怎么解释呢？嗯。我们人的身体里面啊，它细胞有一个特征叫接触性抑制。接触性抑制就是说，如果呢你让它很宽松，它细胞呢有可能会每一颗都变得比较大。真的。但如果说你有给它外力加压的时候呢，它呢环境比较拥挤的时候，它每个细胞体积都会缩小。所以运动完之后，如果你有穿一个外力的力量的话，事实上呢，对于它雕塑曲线是有帮助的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知道哈，我们人的肌肉其实不同的锻炼方式可以训练出不同的肌肉。举个例来说，你们女生最容易有这个蝴蝶袖。对。那蝴蝶袖，你如果要练它，应该是要让它紧实，不要让它变大。嗯。紧实的话，你们要做的运动叫耐力运动，你们可以拿那个保特瓶这样，好，一直做300下、400下才会酸。这样的话，对于肌肉的紧实就有帮助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男生哦，如果要练肌肉变大的时候呢，你要用什么？要阻力运动。嗯，哦，举例来说，要做伏地挺身。哦，对对对，这种加力量，它肌肉才会变大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其他答案不对呢？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吃水煮蛋，就真的是蛋白质。蛋白质，我这样解释，其实我们要肌肉要长肌肉，一定要有蛋白质。可是刺激肌肉合成蛋白质有两个步骤，一个步骤叫锻炼，就是伸展肌肉的伸展。第二个胰岛素的刺激，嗯，那胰岛素什么时候会出现呢？就是糖分吃进来的时候，胰岛素就会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再加上肌肉刺激，会长肌肉。哦，那喝水呢，只是把乳酸带走，它对于肌肉的大小没有影响。哦，对不对？然后多喝运动饮料，只是补充水分，它里面还有一些没有影响，对，盐分跟一些糖分这样子，对肌肉也没影响。也没影响。对对对。哦，了解了。
真的很变态，对呀，穿学生也照啊，怎么好意思？但现在呢，我们分数起码有点改变了，对，真的。现在 Ruby、Vicky 两位并列一分，对。然后呢，怡佩跟杰林两分，哎，没多好，对啊。但是你们的危机并没有解除，对。第最后一题呢是三分题，哇哦！所以你们现在呢，怡佩跟杰林，其实你们要紧张一点的是，如果你们这一题没有对，而其他两位 Ruby 跟 Vicky 是对的，你们是要被处罚的哦。好，第六题。好，逆转题来看，题目是好不容易练出了曲线，却又忍不住大吃，可能是饥饿素在作祟。请问哪一个行为可以让你的饥饿素降低呢？第一，吃点糖吧。第二，喝点茶。第三，刷个牙。还有第四，早点睡。在家都没事的，就睡觉，然后隔天醒来再吃就好了。是这样子。对啊。OK 啊。他就是变态呀！哎，最变态是刷个牙，关他什么事？哎，你有没有曾经肚子饿？然后赶快去刷个牙，刷刷刷刷刷刷，刷完了之后，然后就说算了算了，不吃了，反正我要刷的牙，因为就不想再刷牙。对，最不可能的就是早点睡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觉得早点睡蛮好的啊，对啊，早点睡很好啊，对啊，就都不要吃了。对，你可以下午五点就是开始睡啊。对，因为他这个又不知道几点睡。对啊，没有讲啊。刷个牙，该不会真的是刷个牙？因为刷完牙真的不想吃，我以前戴牙套，然后就是吃完东西就要刷牙。对。可是我每次都会就是吃一点就刷牙，刷完我就真的不想吃，我变好瘦、喔。是不是？对。可是你没有想到哦、喔，是饥饿素在作祟，饥饿素应该是身体怎样做哈，降低你的饥饿素。加油！姐姐果然有经验。现在我都不想你们谁说的是真的，说不定是喝点茶，哇，因为就是让你那个就是胃比较受一点点刺激，你就会觉得哦比较刺激，哦哦刺激，然后哦我不饿了。因为茶里面有什么儿茶素，会不会跟饥饿素对抗？对，有学问，会不会？好了，最后三秒。而且营养师狂点头哎，在喝茶是我的习惯，但那不具参考价值。没有，哎呦，这题很难，而且我不想输哎。三分，三分，对啊，这个真的好变态哦，饥饿。可以了吗？可以，快点，早死完来，快点。漂亮，对啊，可以了。